小潘吉，我们4个月了，8公斤哦，像一袋米一样重。妈妈每天在扛米袋，腰酸背痛，好累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要吃豆豆啦，我们刚才吃完奶，你还没吃够吗？江小姑，江小姑，江小姑，哎呀，干嘛吃成这样啊？江小姑，江小姑，不要再吃豆豆嘛！哟，豆豆这么好吃吗？嘿，江小姑。妈妈的手手，妈妈手手在哪里？小平呀，江小福。